提问：如果大神和大神的朋友带你挑战地牢，你会做什么？如果是一生的话，一生会选择什么都不做，摆烂躺赢才是王道，除了红戒指，其他的都是基础套餐。接下来就是有奖问答，从这套攻击中有小伙伴知道大神带了什么武器，使用了哪种天赋和配件。那就开始游戏了。第一个箱子是火箭筒，不过这作用不大，众所周知一生是个辅助，警官的一技能 CD 四舍五入为零，武器的好坏就影响不了一生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一生信了。从战斗情况来看，两个大神队友的伤害非常高， BOSS 几乎一秒飞屏，作用都快赶上一生了，幸好一生才是最靓的仔。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 第一层最后一个 boss 是雪山大人王，不知道会不会爆出雪人之鹰。不对，雪人之鹰是雪人王的，他应该是大人长弓。无头骑士和他的马就非常惨，经常在分开前就被玩家集火秒杀。那问题来了，小伙伴们通关时能不能把他秒杀？遇到凡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机掏出来拍个朋友圈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 捡完材料后就去看看 boss 爆了什么好装备，以一生的好运一定是个红武。第三层第一个 boss 是瓦克恩头目，不出意外他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大神们 YYDS。然后在最开心的时候，悲剧降临了，一生卡在过图界面。我很烦，而且无法再进入房间，本以为能赢，结果输得特别惨。我以为我赢了，结果我输了。